个是雪 Q 饼，然后就是想说做起来是白色的嘛，然后另外一个妈妈就说她要做咖啡色的蛋糕，所以就是巧克力蛋糕。其实这个洛神是我朋友她自己做送给我的，听说没有，但刚好就是我们在讨论茶食的时候，就觉得说哎，需要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上来，
好，放下来。好，来，拿起来，不是拿这个，拿这个。好，拿这里，拿这里。好，来给老师，你站起来，你好。好，还是老师请喝茶。说老师请，好，用这只手，来这个放着。好，说老师请喝茶。老师请喝茶。好，然后再来。好，然后经理，经理，好。好，来回去了。你好，来小心哦，小心，小小小小小心哦，好，小小心，走回去。好，来往前走，慢慢的走到妈妈哈，保持距离，然后把放射板放上来，拖上来，你说妈妈请喝茶。妈妈自己拿，放射板拿好，对，然后放射板拿起来，等妈妈喝完。谢谢你，祝你健康健康长大。然后呢，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好，站起来，敬礼，再次敬礼，站起来，敬礼，好，好，来往回向班长。它的主标就是我会奉茶了。那奉茶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待人接物哈，狼来 cake 哈，那也训练孩子呢可以为长辈奉茶，然后呢为家里的来的客人奉上一杯茶。那么这里面奉茶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展现孩子的落落大方，还有孩子的应对进退，好，还有孩子的礼貌。那所以其实这堂课呢，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孩子是一个他可以学到一个有礼仪跟规矩，因为我们的静思茶道它本身强调的就是小孩子能够静下来，安定他的心灵，还有做一个有规矩的孩子。不同的一些学习的事物，那学习茶道让他成长也蛮多的，像他的礼节啦，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态度，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他就是在生活上的一些规矩。看到小朋友那小小的手愿意学习，虽然他是颤抖的手，可是你看到他每一天每一天的成长，那种喜悦是我们心中好像法水在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很懂得感恩的孩子，谢谢说这个静思茶道可以让他从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的去改变他，我就很感谢那个慈济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来这里学习，谢谢。那我也期许说未来要考虑说跟带着小朋友来上茶道的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亲子关系也可以从这一个时间一起陪伴，就是两个钟头，对。火车站二站啊！亲子茶道班站，亲子茶道班站。耶！来摇摇摇摇。